新北市政府11月28、29举办原住民族传统歌谣比赛，分为长青组、耆老组、壮年组及青年组，不少族人报名参与。29号早上进行壮年组竞赛，来自台东阿美族人黄美琪演唱祖先，诠释在祖灵信仰中的感动。我今天唱这个也是有特别的意思，希望大家不要忘记，其实我们阿美族之前本来就有巫师巫婆的一些工作。那今天是表现不是很好，但是我是希望说我已经唱完了，我已经表演完毕了，所以这个部分我已经尽力了。同样来自台东阿美族的陈美芳带来马兰姑娘，她希望借由歌谣竞赛成为孩子学族语的榜样，最后也成功获得壮年组第一名。我跟父母亲的相处模式就是他唱，然后我就用 Burpermurfer 来去诠释我想要的歌词。我都希望其实线下的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像我一样，如果你不懂族语没关系，你可以从 Burpan 开始，然后慢慢建立你想要学的歌词，然后往往这样的关系也会累积你对族语的认识，跟可以勇敢地说出族语。而来自乌兰福山的泰雅族人潘小青则以一首思念夺下第二名佳绩。我是从小被外婆养大的，就是从小 baby 开始，所以外婆已经去当天使了。我想说透过今天的这个比赛呢，唱给我的外婆听。洗澡的时候洗澡就好，然后有时候礼拜六带导览的时候，我就会跟客人讲说，你当我的评审，然后我唱给你们听。参赛选手卯足全力在台上自信唱出传统歌谣，新北市原民局表示乐见族人们踊跃参与，也看见音乐对族语传承的效益，未来将持续推广相关活动，让新北市民有更多接触族语的机会。原视新闻 Ask Rayyan 新北三重采访报道。